中孟买落大雨，市区交通大乱。冰加拉雅鲁藏布江东岸，滚落座砖仔头变作孤岛，上无八人死亡。南韩政府要加收医学生，引起医界罢工。本地政府是放掉要甲罢工的医生调医生牌，即阵是讲无要调啊。巴黎奥运七月二日起过，咱代表团是有60位选手参赛。总统赖清德再去嘛去国训中心受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米，邀请大家点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印度孟买拜一是落大雨，造成真济车路严重积水，在车路、在车船过路，甚至火车嘛半昏，规个交通大乱。也那是附近的国家孟加拉，雅鲁藏布江是崩坏，滚落座砖仔头变作孤岛，上无八人死亡。民众那打水，那个火车对头前塞，嘛有人车无法度刷，就徛伫分界道等有人来倒三工。印度金融大城孟买伫七月开始落大水雨，才短短几点钟，这个水就甲几啊条交通要道拢淹去。民众要出门上班，才发现讲连行一步拢就歹行。Mumbai pani har saal ka wahi tension.हमारा BMW वहाँ फंसा है। मुंबई के बारे में बस इतना ही कहूँगा कि अपना जो भी दादर इलाका है ना, हर साल पानी भरता है इधर पे, कभी कोई चीज़ की सुविधा नहीं होती है, हमेशा इधर पे यही प्रॉब्लम रहती है, हमेशा इधर पे यही कारण रहता है, कभी भी BMC अपना काम ठीक करती नहीं है。这到最后唔但是造成车路交通大乱，一挂铁路路段嘛拢封冻掉，当地的车无法度拢慢分，月台顶关拢是咧等车的乘客。另外机场嘛差不多50个航班是取消的。当地的政府讲，明码七八早起6点钟的降雨量已经超过300毫米，发布红色警报，各级学校车教嘛停课。不过大水雨会继续落到12，民众同款爱提高警觉。附近的孟加拉嘛因为大水雨造成严重的灾情，南马第一大。河雅鲁藏布江都是当地人在讲的贾穆纳河，顶礼拜六拜日雨水规个淹起来，北部地区一大堆田拢淹起，几下庄仔头嘛变作孤岛。Have pray 3000 ashray kendre, era bibhinno ashray kendre, pray 23000 log ashray niyeche, have pray 20 lakh log sarasari bhabe etake khotigrosto hoyeche 19ta jilay。目前已经知影至少8个人伫即摆做大水内面死亡，但是死亡人数恐惊会阁起哩。孟加拉的气象单位讲，大水伫未来几工内会消退，但是降雨会刷去中部和南部，到时有可能阁会做大水，危险地区的居民要特别注意。公司新闻七万两编译。罗西亚报复乌克兰崩因的弹药库，弹去崩基辅一间儿童病院，造成41个人死亡，超过150个人受伤。几乎一间大型儿童病院被飞弹击中，乌克兰官员表示，俄罗斯初步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重大死伤，初步判定儿童病院可能有囡仔受困伫砖瓦树下中。联合国强烈谴责安理会采购召开。这场轰炸罕见的地底下行动，乌克兰官员表示，航空部队打落罗西亚发射的38粒飞弹中的30粒，几乎顶几个城市的民间商业中心和医疗设施真侪建筑受损。俄方表示，迫切需要西方盟国升级因的防空系统。前一天初七，乌克兰暗时发动无人机袭击，两个边界附近罗西亚沃罗涅日地区一个军火库激烈爆炸。俄方表示，只有要用来攻击乌克兰的弹药，迄当时罗西亚总统普京都。就抓被报复。Одна из новейших, вы бачите дитячую лікарню。战场外，俄乌两国领导人继续为攻打救我朋友。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去波兰签安全协议。罗西亚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接待印度总理莫迪。莫迪强调，吉泰加普京为国防兵心事下兵合作，想要做好支持区域和平稳定的角色。也不过，攻打报复无限的轮回。欧洲几啊国想要调停，采购将访问罗西亚的匈牙利总理欧班，七月突然访问北京，涉嫌提出遵守战场无外约。政府无升级，各方无强化三环节，两者推动局势降温。Certainly doesn't seem to be productive。根据《华尔街日报》，欧洲真侪高领导人最近几个月拢访问北京，原因就是俄乌战争。芬兰总统斯塔布最近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俄西亚非常倚靠北京，只要习近平愿意，拍一通电话都会当结束战争。习近平甲普京在高地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峰会周边会面，也毋过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两位领导人会当讲无讨论到乌克兰的问题。公司新闻五连编译。
日本两位大臣访问菲律宾，签署安保互惠协定，未来双方会加强军事合作。访问马尼拉的日本防卫大臣莫关林和外务大臣上川雄主，在跟菲律宾国防部长提奥多洛外交部长曼纳洛进行第二次会谈。这段重点之一就是双方签署叫做互惠使用权协议 （RAA）， 主要内容包括未来双方进行联合演习时，要遵守地主国规定执行武器弹药的运送和保管任务。另外，针对海上事故发生，双方安怎决定司法管辖权等事宜，也拢有明确规范。菲律宾的军事专家认为，日本、菲律宾两国拢是真济岛屿的国家，也拢面对中国的强势混乱。日本有真济所在是值得菲律宾来学习。It will put flesh into our already strong and robust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it will be a great step towards the concretization of trust. It will also lead to greater interoperability, exchanges of information, and other cooperative activities, both bilaterally and multilaterally.未来这项协议那会当得到双方国会批准，菲律宾会成为英国和澳洲了后第三个跟日本签署类似协议的国家。特に最近のセカンドトーマス賞における危険な活動をはじめ、地域の緊張を高める行為に対する深刻な懸念を共有し、国連海洋法条約をはじめとする国際法の遵守を求めていくことで一致をいたしました。上川雄主所讲的。托马斯达位于菲律宾西南方的南海海峡，中国叫做仁爱达，菲律宾是叫做阿芬丁达。除了中国和菲律宾，台湾和越南也拢讲有主权。针对南海情势，中菲两国原本特别进行会谈来缓和情势，也毋过就伫会谈进程，中国突然提出指控，讲菲律宾伫第二托马斯达海峡倒有毒的废弃物，使得当地船员大量死亡，为双方会谈搁投下新的变数。公司新闻齐家进编译。南韩政府决定用加收医学生的方式来解决医疗人力不够的问题，不过这是引起医界不满，所以讲对二月就开始辞职罢工罢课。医界是认为讲这劳动的福利不好，资源分配不平均，而且有的科无医生要做，这是人力不够的原因，所以讲加收医学生根本就无效果。统计到五月底，还有九成一个大医院医师当咧罢工，所以讲造成门诊的时间减少、看诊的时间缩短，而且还有手术甚至是延期的，就造成这百姓的生活实在是真无方便。不过，这南韩的政府也是决定把加收医学生这个政策继续推杀到底。不过，为着或者医疗是赶紧恢复运作，这政府那边的态度嘛是有落两小块。问题是放掉要把这罢工的医生吊销医生牌，这阵是讲无要吊啊。虽然看起来有受咧弥补甲医界关系，不过医界顶管这挂基本的诉求依然是无解决。南韩数千个年资较浅的医生，因为不满政府实施扩大医学系名额政策，为今年几月开始展开罢工行动。安尼行动也予病人挡袂牢，因伫七月初四也伫街路抗议，要求医生毋通影响韩国的工会品质。就伫初八，韩国政府决定让步，宣布毋管是参加罢工的实习阶段医生是毋是已经回去工作，拢被吊销因的执照。전공의여러분이제더이상주저하지말고용기내어결단해주시기바랍니다정부는열악한여건에서도필수의료를선택한대한민국의귀한재원인여러분이안심하고수련에전념할수있도록하겠습니다为顶个月开始，南韩政府就取消对实习医生的各种处罚，希望因个等于便宜工作。啊，不过到初七为止，一万三千个实习医生当中，只有8%等于工作。虽然南韩政府希望打破这局面，扩招情绪依然无解决，医生可亲像也是真反对。同款，伫个顶个月创立55年以来，三星电子甲工会要求加薪水，加一工年假甲绩效奖金透明化，即个谈判破裂了后，为这个月初八开始展开三天的罢工。工会也讲，那罢工依然无进展，十五还会继续罢工。아직까지조합원들이랑직원들에대한교육이제대로이루어지지않아서참여율이
저는 지금 참여율이 적다고는 생각하지 않습니다. 지금 삼성에서 지금까지 노동 탄압을 받아온 삼성에서 이만큼의 직원들이 참여한다라는 것은 엄청난 큰 용기가 필요한 거고 지금 또 큰 힘이 되고 있다라고 생각합니다. 三星 工会会员总共30,000人，差不多占所员工的24%以上。有分析讲，即摆罢工有6,540人，人数不济，佮加上三星已经大大影响自动化生产，所以罢工对公司营运佮产量可能影响不大。公司新闻新竹报编辑。美国总统拜登辩论表现歹，激红要求退选，蔡伯就写一张公开批，呼吁民主党共党诶强调讲，伊绝对袂退选，呼吁大家都爱团结。同时，白宫嘛强调讲，拜登是无咧接受帕金森氏症诶治疗。这份长两页由拜登亲自签名对民主党同僚的公开批，一开始就强调，虽然媒体和外界拢各种推测，伊有缘会坚定参选到底，打败川普。拜登进一步指出，若毋是坚信家己是2024年打败川普的上好人选，一开始就袂宣布被定任。过去这一礼拜外，会前20天也应该结束。拜登这张批明显比顶礼拜五面对质疑所回应的3句话：“我是现任美国总统，我是民主党提名候选人，我。”会留在这场选举中，口气更加硬真济。拜登了后接受媒体访问，也直接讲，那党内高层大咖对伊有意见，就应该伫民主党全国大会向伊挑战，那无就提议对抗川普。另外一方面，风声美国华府巴金森市政权会自去年8月到今年3月，8次进入白宫，对此白宫撤备公开澄清，绝对无这件代志。Has the president been treated for Parkinson's? No. Is he being treated for Parkinson's? No, he's not. Is he taking medication for Parkinson's? No. 8月75周年峰会七号甲11日在华府登场。听讲8月领导人面对拜登辩论表现感觉积极，也反川普中心抵触北京会拍乱对乌克兰的援助，对此北京国安会也加以呼吁。We're not picking up any signs of that from our allies at all. Quite the contrary.The conversations that we're having with them in advance, they're excited about this summit, they're excited about the possibilities and the things that we're going to be doing together specifically to help Ukraine.一个美国共和党后礼拜会举行全国党代表大会，提名川普参选美国总统。共和党在七月公布2024党纲草案，以和美国各一百伟大为名，以内政为主，对外是向准中国，包括计划重建军力和联邦关系来对抗中国，加打击恐怖主义。经贸上会取消中国上惠国待遇等等，也不过说40年来头一摆无出现对台湾立场的宣示，也让这份川普办的美国未来政策方向受到外界关注。公司新闻记者陈明颖。波音737 MAX 客机5年前是发生两件真严重的空难，造成200人死亡。不过，伫咧调查的过程当中，波音公司说是骗联邦航空管理局牵涉诈欺。即阵波音公司就针对诈欺即个部分认罪协商，即罚金是2.43亿的美金，合台票79亿，而且嘛答应讲会任命一个独立的监察员来监督未来3年的品管，而且嘛投资4.5亿美金伫咧安全项目顶头，用来改善飞安。波音公司七月同意就一项强谋诈欺的刑事指控认罪，以解决美国司法部针对5年外前发生的2件波音737 MAX 地面坠机事故有关的调查。美国司法部表示，根据甲检察官达成的协议，波音会面临上悬10亿外美金的刑事罚款，这是法律允准的上悬罚款金额。I would like to apologize on behalf of.All of our Boeing associates spread throughout the world, past and present, for your losses. So again, I'm sorry.这项认罪协议有关爱得到联邦法官批准才会当生效。根据2021年原起诉协议，波音已经付2亿4360万美金，未来爱阁付2亿4360万美金，大约是来票79亿的额外刑事罚款。不过受害者家属批评，这只是替波音公司逃避责任，要求法官驳回提议。Boeing has still never changed their behavior. The basic situation which caused our daughter's death is the same. There are still avionic hydraulic
and electrical problems with these planes that are happening because of defective production. 这两件空难悲剧分别是在2018年10月，印尼西航一架波音737 MAX 起飞了后无外久失控，造成飞行器涉入大海；加2019年3月，东非埃塞比亚航空的737 MAX 客机起飞了后，因为系统传达错误信息造成误判，让飞行员无法度掌控飞行器摔下落来。司法部加波音达成新进制。协议中要求波音董事爱甲两件空难罹难者的家属见面，而且波音未来三年来需要投资至少4.5亿美金，大约新台币147.4亿，加强各改善安全计划。政府也会考虑派遣一名独立监察员，专门监督波音的安全甲品管三年。They want Boeing to go on trial, so that they can learn more about what happened, who knew what at Boeing before this alleged deception of the FAA. 另外，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 初步表示，因为烦恼乘客散售名单在紧急情况之下可能会失效，超过2600架波音公司生产的737型飞行机要接受检查。FAA 的声明中也佫公告。适航指令随生效，佮要求伫120至150天之内进行检查，以采取改正措施。公司新闻台为您编译。巴黎奥运7月二日起过，咱代表团60位选手参赛，总统赖清德早起嘛去国训中心授旗。祝福大家旗开得胜。人代表团团旗，总统赖清德率旗授旗予奥运代表团团长林鸿都，祝福选手旗开得胜。即个巴黎奥运代表台湾参加比赛选手60人，亚洲链柔道射击霹雳布等16种运动奖杯。赖清德承诺会推出黄金计划3.0。黄金计划2.0，备战巴黎奥运啊！我相信未来应该还会有。黄金计划3.0，我们的国手这么努力的站上国际舞台，绝对不能孤单。巴黎奥运参加霹雳舞竞赛项目，2018年洛杉矶奥运无得进，霹雳舞参加选手孙晋光也将当作生涯当中唯一一摆奥运参加比赛机会的表现者。目前备赛状态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主要是我身体状态越来越好，然后当然有针对上一次检讨的问题。总统赖清德也关心拍分选手的备战状态，添加油，希望这一届由教练选手后勤支援组成的国家队，超过顶一届东京奥运十二面金牌的好成绩。记者综合报道。澳洲有一款合作地球镜头的野狗在要登场，这阵要靠警察犬倒找倒保育。专心在树林内底敲锤，警察犬黛西在执行任务。啊，不过伊要锤是一种真稀罕的警犬——地球秋鸡。In the past decade, we've only seen tea tree fingers in Victoria. It's only found in 6 sites, and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our surveys have shown that there's around about or less than 100 individuals.科学家表示，这种警犬对养分循环和净化水系统提悬食物生产有帮助。为确保黛西有完成这个工作能力，研究人员将佮能力相强的测量员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狗比人发现更加侪警犬，而且速度更加紧，袂找无。Humans are prone to false negative identifications, but to have Daisy there to.Distinctively tell us whether that is tea tree fingers is absolutely priceless information. Because it's such a rare fungus, opportunities to train her and to find the fungus are quite limited. But after a number of training sessions and some quite dedicated detection dog sniffing, we got there in the end and were able to locate it in the wild.仅仅靠黛西不一定能发挥最大效用。研究人员发现，人和狗斗阵工作时阵效果上好。黛西和巴莫斯联手，成功率高达98%。地球手指这种真菌外形甲鼻色亲像手掌共款，会安安附在大花顶端。在澳洲东南部甲纽西兰南岛顶端，几乎暗过受愈来愈侪野火甲人类开发树林冲击之下，已经要灭绝种。I just think that tea tree fingers is a really amazing species. Not only does it look like something completely alien to us, but the role that it plays in the ecosystem, it really does kind of give us a broad understanding of how that ecosystem is functioning.
福气朋友最后希望大师要用紧而且准确的效率，帮助针对找出更多地球手指的生态地，而且对进行保养。公司新闻陈伟锦编译。无买鱼是澳洲重要的观光在生存线危机，昆士兰省就因为土地开发，让因的处境愈艰难。昆士兰县布里斯班西南边的伊普斯威奇港区，四周围拢是森林，干着鱼最盼，是居民日常的生活。You get all sorts of things. Kookaburras wake you up. They're the first things to call out in the morning. And from time to time, we see the odd koala. 数百公顷的沃加鲁森林有真多动植物族群，其中200多只无尾鱼都生活伫遮。暗过看无尾鱼生态甲山林美景共处一致，恐惊无济咯。三月份，伊普斯威奇市府通过一项土地开发案，这片森林面临被除的命运。未来汉森区1500栋的厝，一个运动公园，加囡仔活动中心。People in Brookwater will wake up one morning and half of the hillsid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creek from there will be gone, and that's just total vandalism.先超过200居民反对市府的营造计划，暗过市府因为都市发展未来10年全市人口会增加2倍，那大的所在供应量不够，将来恐惊会产生其他的社会问题。We have a lot of homelessness, so all three levels of government need to balance those things to make sure that we get a great outcome for the community.负责开发的企业指出，目前开发案在通过联邦政府的批准就定案，环境评估结果也正顺利。不过，稍后环保团体说明。We are concerned that in the rush to build housing, we're not protecting these important remnant forests in southeast Queensland. We also know that we can build the houses we need and not destroy this habitat.无尾鱼是澳洲重要的观光资产，每年带来32亿美金的收入。有调查指出，如今澳洲的旅客当中，75%将观赏无尾鱼列入行程当中。过去澳洲当局无尽到保育的责任，让无尾鱼在土地减少，已经危机不将生存。澳洲在2022年将无尾鱼列入濒危物种，也调整观光模式，划分出无尾鱼保育区。为保护沃加鲁森林的200多只无尾鱼，当地民间团体组织活动，协会邀请英国生态节目主持人爱德茂亲身来遮，希望由市政府修正开发和保护无尾鱼甲森林生态。公司新闻丁秀芬编译。我是苏碧，感谢您收看，再会。